不自觉的你就会跑进去了。有时候你在里头，其实我一直吊到树上，因为我第一次是吊4米，那个真的挺恐怖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早上4点就起来了，在一片雾茫茫的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应该晨露吧？对，它那雾很低。我虽然只在4米的树上，可是我眼睛是要闭起来的，闭起来一冲冲，啪就要跳下去。可是那眼睛一睁开，跳下去，中间隔了一层雾，那个感觉是特别恐怖的，因为你会觉得下面有怪物。对，那个真的是很恐怖的。然后侯导的要求是，一起来眼神一看到，所以我就一打开眼神一看到我就就跳下去，就很多你要克服自己心里头的很多的恐惧。